好了，来了啊、哦！谢谢。有了，有了，有录到了，有录到了。约吃饭大概最多可以有1000多个人同时，然后市场就是一直喝茶。可是我们是给大家拿嘛？那其实他们就是，比如说想去吃什么餐厅，比如说前阵子米其林餐厅很夯，他们可能一口气又订了30个位置之类，然后他们只要一上平台预约，他可能就一口气会有30个。我在米其林餐厅到火锅，有当初有啊，那市长有遇到几个这种情况，然后还有我们的董事长，也有认识很多。这就是生活，有一点在跟市长这样来。那我的话就是直接。我们其实给了一个提示，就是全国风味最高。来，有一个周杰伦。你对这个番茄汤有感觉？好啦，对，这边是我们的小汤。你对这个番茄汤就非常好喝。那我还有一道料理吧，对，位置这边有一个。那我现在就到这道主厨做做外卖，办公室就是在你的室对面。来蜜瓜瓜，然后是，我们公司开发网站，也可以多介绍一些。那我们最后一位唐女，有什么话想跟市长讲？不知道在什么场。其实，我看我们用户在两月吃饭的时候，我有个心得，就是我没有真的是一个人很少啊。因为像刚刚还有凌晨12点半的时候，他突然想吃牛肉面，他就突然约人家去吃李东方牛肉面。他12点约，大概12点半就8个一起跟他吃。特别是在这边，对，他可以，就是那我在12点吃饭，然后男生女生差不多。